长得很大，全身水肿，问他脚是冰冷的，哎呦，就心都凉了，啊，这个很危险，啊，心凉了不能不下手啊，好，下手的时候，啊，我们有很好的药可以把他救回来。好，再开始243页，讲小儿科了。皇帝问他，这个还没有断奶的小孩子叫孺子，而得到热病，结果呢，这小孩子还没有断奶了，发烧了，好，这个脉弦小，这个脉本来是应该宏大的，结果现在变得很弦小。我们所谓脉正和，你现在是发烧，脉就很大，就是脉正和，这都很好治，只要是脉正和都好治。你看那个脸色很红润，发烧，手脉又很大，都是很好治的。那个脸色发青了，脉很宏大，然后又发烧，这都不好治，因为脉色不和嘛，色脉不对，所以用观想的就好了。那岐伯还是讲了，手足温则生，寒则死。那你摸摸他的手脚就知道了。好，那如果说在还在喂奶其中的小孩子呢，如果中风发热，气喘肩袭，就是用肩膀。我常常讲的肩袭，以后你们会看到，因为肺气闭锁住了，他用靠动肩膀的动作才能够吸饱气。好，这叫肩袭。这个脉状如何？如果是脉实大者，好，缓脉很缓，它虽然实大，但是脉的速度很好。好，如果脉太急，还是实症，这个没有胃气了嘛？哈，我们摸小孩子的脉，不是三个指头去摸啊，那个小孩子手很小，好，我们摸的时候是一个指头，手这样压，一个指头压上去，小孩子脉就摸到了，所以一个指头按到这个脉，好，就可以查出来。所以我们脉喜欢慢慢的缓啊，而不喜欢很急。那皇帝又问呢，如果是下痢又带大便里面有血怎么办？好，岐伯说生热则死，寒则生。你说怎么去记？很简单，你用心里用一个 common sense 去想，这个人又下痢又带血，一定是寒的嘛，对不对？就他说我身体发热，是不是逆症？好，就阳要绝了，生热则死，好，寒则生。你在人在失血的时候本来就是会冷嘛，好，冷是这个相生的相同。好，如果下痢又排出白泡沫，好，这里寒很盛，里面脉沉则生，脉浮则死。下痢带脓血的时候跟下痢带寒这个白沫，好，这个是不一样的。好，如果是沉脉则生，因为我们所谓带的白沫就是阴虚掉了，阴虚掉了，这个阴虚掉的时候脉是沉的，那反过来就你得了浮脉，浮脉是阳脉，阴虚的人得了浮脉。那如果是这个246页，一般来说你只要下痢脓血的，玄厥则死，滑大则生。滑大就代表说滑正常的有滑脉，滑脉代表气血还有，好，所以那个脓血不会致命的，好，这是从脉上面来看。好，还有呢，如果是下痢身不热脉不玄厥呢，好，这种痢症呢，好，下痢好，所有的下痢症有胃气则生，滑大就是有胃脉，有胃气则生，好，弦强弦涩，就是脉很弦但是很涩，好，指这个脉没有力量而且停滞不前，这种都是实症。好，我们可以按照增脏脉来判定它的死期，好，死期。那这个癫疾呢，我们得到癫痫这种脑病呢，怎么去看它呢？好，这里就很重要了，脉搏大而滑，你不要去治它，一段时间就会好了。脉如果是小而坚急，死不治。好，这个当我们有癫痫的时候，就阳亢在上，好，才会发生癫痫。那你的脉就是阳亢，好，脉很博大嘛，好，阳脉很非常的博大。如果是变得很小很急，好，一般来说这个死不治，这个都是长肿瘤在里面了。好，如果看癫痫脑部的问题，
虚实如何看？岐伯说，只要是虚症都可以治的，实症叫则实。我前面跟诸位讲，虚就是没有东西，实就是长东西的，实症就是长东西，里面长东西的。好、哦，好、哦，好、哦。如果说这个皇帝问呢、啊，消渴、黄痰，好、哦，这种虚实如何？我们这个糖尿病呢，这个消渴哈，三阳结，哦，三阳结，阳结的全热症就是所谓的糖尿病消中，就是常常病人呢口渴，喝水喝了不能止渴，吃东西吃的好不能止饥，一直在饿，一直在吃东西。那这种病呢，啊，因为是阳结住了，热非常的热，如果你得到脉十大是相同嘛，脉症是相合的。好，病久再久都可以治。如果是脉是弦小的，好，都是病久不可治。好，已经弦小的话，阳已经绝了嘛。好，那他如果脉还是大的话，他是消渴，我们还是可以治疗。好，可以把它治好。好，那第249页，这个皇帝说，我们治疗的方法呢，它的标准治病的法则呢，有的以外形啊以为准，有骨头为准呢、啊、以脉为准呢、啊、有的筋为准，我们怎么知道它的标准？好。那这一段呢讲的就是我们治疗痈疽，好，生痈痈疽，还有一些这个突然发病的好急性的病症，好，这些的治症的方法。一般来说我们呢冬天的时候，你看这个有翻译的我就不介绍了齁。正常的冬天的时候，我们阳气入内，外皮肤是闭锁的，好，闭锁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因为天气冷嘛，好，我们用药比较多，用针实的，用针灸啊比较少。好，当然他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就是痈疽身上生脓块，好，有些这个化脓的地方，这个是例外的，我们还是要用针灸，好，还是要用针灸。这痈疽呢，这个不得请示回，好，痈不知其所，按之不应手，坐来坐矣，是手太阴旁三极啊，与这个阴脉各二。这种我们刺痈疽，这个痈有时候在深处的地方，我们怎么知道呢？好，这个手摸，好，还不知道。正常我们摸的时候，好，如果里面化脓的时候，你摸到皮肤上面，有哪几种情形？任何的里面有化脓的时候。好，第一个，比如说四肢上面，你摸它皮肤，好，手臂，你摸到它旁边都是冷的，摸到中间这一块是热的，我们就知道这个底下已经化脓了。肚子上也会有，好，比如说这个胆堵到了，结果呢，堵到了，结果没有去治疗，也没有办法去排它，也没有什么好治疗，结果呢，胆破裂掉了，一破裂掉以后。这个会那个脏的一些胆汁会留在这个地方来，就是产生腹膜炎。还有呢，阑尾，比如说大肠头，这边发炎了，结果呢肿很大，砰破掉了。破掉以后这一块呢，也就是你摸到皮肤上的时候，它是非常的热，旁边呢都是冷的。好，你手一摸上去就知道。好，所以奇怪了，旁边都是冰的，中间这块是热的。好。那是很清楚的可以感觉到。好，这里面化脓了。化脓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用针灸，好，冬天的时候我们用针灸来做。针刺的手法，如果在针刺的时候啊，我们当然有很好的药可以把它去掉。这里是讲的是针灸。针灸的手法呢，我们可以扎手太阴这经上面。好，所谓叫旁三极，就还有阴脉啊，阴脉讲的是胃经上面找。你可以在肺经上面找压痛点。好，这是治症的。那你我们一般为什么说好这个过去呢？孙思邈，唐朝的孙思邈，他说这个阿是穴的形，一般那个现在中医很多就是用形啊、哦，我这里肩膀痛了，你打哪里就是阿是，这个是形，不是神啊、哦。神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肠子有肠痈，为什么会去？皮肤下游有那个化脓，
为什么会去找肺经？因为肺主皮毛啊，你从上面肺上面可以查到底下的东西。那我们在肺经上面按狭白、尺泽、孔最、列缺号、金渠、太渊，哦，压痛点下针，这叫做阿四。就你要压到压痛点啊，是是是是的，你看这很痛，有没有？就是告诉你在那里下针，这个穴没有一定的，有的时候可能在孔最下两寸、下一寸，不在正经，不在这个穴上面，在经上面，你就在按照那个痛点扎针就可以了。好，胃经也是一样，胃经上找这些找的时候，我们都是手不过肘。哦，足不过膝，哦，膝盖以下，好，比如说肠痈，我们在足三里以下可以找到，那个找压痛点，阳明经上找两个，肺经上找三个，啊，这是他们我们黄帝内经从黄帝内经里面出来的治症，啊，那一定要下定义，手不过肘，足不过膝，你不能说那个里面发炎了，胆或者肠胃发炎，那个腹膜炎的破掉，你在那边找了胸部在那边，但是不会有压痛点的，对吧？那个胃经这个到这边，它是在膝盖以下，好、哦，都是原曲穴。那腋痈呢？大热，好、哦，腋就是腋下这边长个痈阻，这边都是少阳的地方，好、哦，少阳的地方，好、哦，这时候我们要吃足少阳，无刺而热不，如果热不止的话，再加上手心，好、哦，手少于心经再煮三次，因为这个在心经上面嘛，好、哦，集穴的地方。少阳经上面找也都是一样，膝盖以下，好、哦，膝盖以下，这是治症。那我就是皇帝问啊，如何知其度？这个度就是你去找压痛点，没有一定的在哪个地方，因为有的人他痈阻在这边不一定嘛，所以你就按照经络上去找就可以了。好，所以刺这个手心经刺三个地方，好、哦，三个穴道。那手阴太阴经呢是在好再加上手太阴的经络都可以好。一般痈阻任何的化脓疮我们都可以在肺经上面治。大骨之会就是骨会大疏啦好好我们可以找三个穴找也可以各找三个穴道。因为为什么要找骨会大疏这个周围好大疏周围。因为我们在治痈阻里面化脓的时候这个脓呢越走表往皮肤表面走往四肢末梢去都是急的现象。那如果这个痈阻是下沉到骨头里面去或者往身上走都是凶的现象。哦、所以我们会去骨会大疏的穴道旁边找就是预防它我们先下针就预防它这个痈阻这个化脓的地方跑到、哦、这个感染到骨头上去。所以才会有这种好治法。好如果是抱痈痉挛好这就是突发的病了好瞬间发了随风而痛很痛啊破汗不尽好冷就流冷汗不止胞气不足胞气不足我们讲就是小便很不利好小便不出不来。那治呢就在当今的鱼穴上面治疗。好那如果是少腹爆满呢好取他的小腹这边好取手太阳小肠经的络穴位置目也好因为腹少腹这边嘛好小腹那这个少阴枢呢好去脊椎三寸旁好再用圆力针这都是我们这个好这个治症的方式那当都是治腹爆满的时候齁腹胀满。那为什么会取到少阴的鱼穴齁肾经的鱼穴因为你的腹爆满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便秘有的时候是水积在里面齁不一定的情形齁都是你随症来取穴。你就记得这里有个大原则我举一个例齁。很多东西齁它你们可以推理出来的。我们有一个针灸家叫做董景昌他专门用奇穴。那董景昌呢是他这个人呢我们很清楚他大字不识他书中中医书没有看懂他只认得一个字叫一就是扁担嘛一个扁担一根扁担不是一吗他只知道这个。可是这个人他的奇穴很多因为家传的他本身不识字。其实他父亲教他的时候就是抓了他手就这样砸就这样砸就这样、哦、就跑到台湾来他的董事的奇穴。这些奇穴就从这里来的。好现在
举例给你听的。如果你现在遇到一个肝病的人，这是腿的内侧，我这样你这样子看的时候是右腿，好，右腿，病人是侧躺，然后右腿，这是腿这样子，这样子看的。那肝经不是走内侧吗？对不对？肝经呢？是不是？那你在肝经上压，你会压到中间一个点，这压前后正好三个点，次三。所以临床上我们治疗肝硬化、肝癌或者是肝病的时候，在肝经上找到压痛点，那时候有没有穴道？没有穴道。好，这就是奇穴的来源。这一段讲的就是如何找奇穴。好，所以穴道呢，常常因时因地制宜。针灸十二经络，我们下的元络治疗、鱼目治疗，好，这个祖孙治疗、五门十变，这种方法是一个固定的原则。在临床上的时候，是你要自己会很活用它，好，非常的活用它，好，同时不能固定。比如说，我告诉你说，哎呀，这个，我们现在看左腿，这是左腿，好，左腿外侧，腿的外侧哈，左腿，好，也就是这样子看，在外侧这边。那我们找到这个两个高骨下，两个成个三角形的，这是阳陵泉，对不对？好，阳陵泉。好，那我们知道是经是会阳陵。好，现在有个病人是胆结石。那我们知道胆石点的奇穴在阳陵泉下一寸。可是书上我们说阳陵泉一寸，那只是一个大概。好，那你如果胆在里面的时候，胆是这样子，那石头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它可能就会有造成上下不一样，所以你要在上下暗暗找到痛点，是扎针进去。最明显表现的在肾结石的点，在太溪穴的周围，比如说脚内踝裸，好，这脚后跟，好，内踝裸，那这是然谷穴啦，好，这是太溪穴。太溪穴上来了以后，哈，这是踝骨，踝骨在这边。那太溪穴上来的时候，这边你心里假想有个肾脏在这边，好，假想有个肾脏，那你手指头就按，你就用指头按，有时候指头比较大，你用个那个用个筷子，头是比较圆的啊，比较方的，好像你不要拿很尖的，按它每个地方都痛，好，你拿个圆头呢，哎，按它有痛点在这边，有痛点在这边，因为你肾脏是这样的时候，你很难讲说石头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哪那么凑巧都在同个地方，对不对？好，那你就按照痛点下针，就这个。什么病都可以，好，所以你一看到腹满的时候，嗯，肚子胀满，那病人可能是水，我们在肾经上找，可能是大便，你在大肠经上找，好，或者在胃经上找，大肠经上也可以找，好，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个，好，那我们治霍乱，过去我们讲的霍乱，这里你看《黄帝内经》就有霍乱了，指的真的就是上吐下泻，好。好，吃鱼旁五，好，足阳明及上旁三。我们讲在好，这个，如果是吐症的话，我们知道在胃上面，好，脾胃上面周围找阳明经的，在经上面经络上找。好，那吃经癫痫，好，经痫脉五，这种是发癫痫或者是精神病患的时候，针灸有没有手法？有啊，针灸也可以治疗精神病患，好，癫痫的。那我们手太阴穴道各五，在手不过肘，在尺折以下找五个穴道。好，刺太阳，好，也是五。好，像阳谷啊、筋骨啊，好，刺手要少阴肺经的络，好，像我们的通理穴就络穴，好，旁边，好，你找到压痛点下针。所以我们针灸的在肺，在好太阳经上面，手小肠经上面，好，在肺经上面，还足阳明上面，好，找一个。好，那裸上五寸呢？好，这个解析上面五寸呢，好，这个那连刺三针，也就是说全部你只要记得经络，你在经络上面连续找它压痛点都可以，好，这个癫痫精神病我们针灸都可以帮他治疗的，好，针灸可以治疗。那这个呢，有没有固定的穴位？没有，就完全以病人身体上感受到的压痛点来决定。这个第251页，岐伯说，我们治三消的病，就是消痰，
又或者是瞬间突然昏倒，病人突然昏倒，会有偏枯，会有萎绝，气发满力，肥贵，这种都是齁，一般会有发生这种焦渴啊，或者突然昏倒啊，齁，或者是半身瘫痪掉啊，或者是肌肉萎绝掉的时候，叫冰冷气满，齁，逆气好满，这个呼吸呼不过来啊，这都是肥的贵人，有钱人啊，齁，就是高粱自己，因为他吃的东西太好，那这是内发的病。齁。像我们遇到病人的隔塞闭绝上下不通，比如说齁，这个饮食不入，或者是大便不出，齁，这是抱忧之病，就是心里面的齁担忧，这个个性比较喜欢操劳担过忧的人，齁，都会得到这种病。齁。那如果说看到病人是齁突然的冷却，四肢冰冷，齁，而耳朵突然聋掉，或者是人呢耳朵这个鼻塞啊，或者是小便不通啊，好，这种都是所谓这种好这种内部发生的好这个病，好，这个，所以它我们可以分成有外来的，好，还有内发。这一段讲的通通是内发啊，有钱的人吃太好了，或者是忧的人哈，这种都会发病的。好，那下面呢最后一个齁，那个这颇，这个就是寒风湿之病。手脚关节上面肿痛，造成走路不良于行，这个通通是寒风湿。为什么我们这里岐伯要下寒风湿？因为我们有时候以后我们用药齁，哎，这个药是去寒的，这个要去风的，这个要去湿的。那你把去寒去风去湿混在一起，就是治疗他的病。他的药嘛，好，所以你要会辨证寒风湿，好，好，一般关节肿大，风湿关节都是风寒湿，好，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原文是寒风湿比较不顺口嘛，我都是讲风寒湿，好，反正无所谓，是不是？有差吗？好，那叫名字有差，这个无所谓嘛，好，去风去寒去湿就结束了，好，不要那么挑剔，好。那如果说现在下定义了。像那个全身发黄，突然爆发了疼痛，突然发癫痫，突然发狂，好，狂就是发狂奔走不是人啊，这种都是长久久病，气逆，气不顺畅，一直逆才会产生的，不会瞬间发的，好，好，那如果说五脏肝心脾肺肾五脏中间不平衡的时候呢，六腑闭塞之生也，就是因为我们六腑肝好胆小肠胃当然膀胱好三焦，我们这个列为六腑阻塞不通的时候，病人就会我们就会腑有问题的时候会影响到脏，因为脏和腑中间相通就是靠三焦，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脏有不平，它的一定是来自腑有闭塞，好，那所以我们治脏常常会去治腑。如果说我们从黄帝内经读到现在，你们得到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一个人随时保持大小便通畅，好，胃口很均匀，你不要是太吃太多，然后大小便通畅，能够睡觉，那你腹病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脏病。好，所以我们常常有人说，哦，你便秘多久？我便秘30年。好，你看他这样30年没事啊，可是他的腹病一直不通，迟早会影响到脏病的。好。好，30年不长啊，有的人便秘一辈子啊，好，70年了 ,60 年都有。好。那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病人有头痛耳鸣九窍不利，好，就是眼睛耳口鼻口好耳朵大便小便的地方是都是肠胃所生。所以我们常常在治疗头痛的时候啊，我们下胃经的中脘穴，为什么？因为它胃气往上升啊，胃气只能到眼睛的那个承气的地方，就在冲到上面来，好，胃肾的中脉那个督那边一直冲到这边来，头痛我们会下肠胃下中脘穴，原因就在这里面，好。所以刚刚那一段讲脏啊，讲一些病变的来源，好。那太阴明论，好，第29篇，这一篇呢好讲的是现在开始慢慢进入这个分经，好，分经分类。那六经里面就有个太阴经。
在张仲景呢，他的伤痕论就是把六经分得很详细啊，里面所有的治证、所有的处方都有。那他就是研究这个《黄帝内经》来的。好，我们看什么叫做太阴明论哈？太阴和阳明是表里，这你们都知道。足太阴脾经和足阳明阳是不是表里？对不对？是脾胃脉。好，生病而已，两个同样是表里，但是生病为什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一个是表，一个是里嘛。哈，齐伯说阴阳的不同嘛，根虚根实哈。跟你跟太从或从内或从外，好，因为所以他的症状当然不一样。皇帝这问题问得很奇怪哈、哦，对啊，这个当然不一样了。那个脏病和腑病哈、哦，那254页下定义了。好，齐伯说什么叫阳？来，我们从头到现在还到了第29章了，还在阴阳哈、哦。阳是天气主外，阴者是地气主内。所以阳道实，阳的本性呢是实，阴的本性呢是虚。那如果犯贼风邪虚者，阳受之；如果是外来的病，阳先受，主外。如果是饮食不节，你这个三餐不按时吃，或者是过饱过饥，或者你吃的很多，或者你是又不吃，好都不好。起居不按时，白天睡觉，晚上在那边通宵在打电动玩具，或者是看那个什么 internet， 或者是这个看书，也是晚上看武侠小说。像我们以前没有电动玩具啊、哦，现在就看武侠小说哇，我们看的通宵，你记得看通宵，金庸的《天龙八部》，那就反过来了。好，就阴会受之，内脏会受到病；阳受之则入六腑，外来的风寒进来会伤到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好，所以阴就是饮食入胃，吃东西吃坏了，吃在好暴饮暴食或饮食没有按照节气走。好，这个节制没有节制的就会入到脏里面去。好，这里讲的是太阴的脾和胃。如果入六腑则生热不食卧，上为喘呼。好，入五脏则填满闭塞，下为好泄泻，久为长辟。好，因为讲的是阴太阴和阳明实热。阳明症，好，简单的讲法。阳明呢就是指腑啊，啊，分有二，一个是呢分个，一个是经热，一个是腑热。好，这是齐伯下了阳明的定义。阳明症呢都是淡热不寒，只看到热症，没有看到寒症。为什么？阳明是二阳病。有没有二阳，两个阳并在一起才为好阳明。那经热的时候和腑热，好，这两个显现的症状就不一样，都有高烧，那也会口渴。腑就是大肠嘛，胃嘛，是伤到了便秘，所以我们后面还有承气汤这种东西。经热呢，大便很好啊，可是病人发烧也是高热啊。我们有时候有白虎，所以白虎是治经。好，张仲景处方的时候这两个就分开来。但是阳明症但见热不见寒症，这是纯阳明的症。好，那阳明跟太阴是表里啊，太阴是因为饮食进来而得到，阳明是表邪进来嘛。好，那饮食进来得到的时候，好，你现在看到了阴受之入五脏，阳受之入六腑。入六腑的话，好，则生热不食卧，没有，身体是燥热的，好，不能睡觉。那入五脏呢，填满闭塞，肚子很胀啊。好，因为阴脏伤到脾主，脾脏呢主的是少腹。好，脾主腹，肚脐这边整个腹部这边呢是少腹，这是脾脏在管。所以很多太太说，哎，奇怪，这个那个你意思你帮我减肥，我说你也不胖啊，没有，我肚子胖是吧，是肚子胖。好，饮食入内。好，第一个，你帮你减肥可以。第一个，从此不要喝下午茶。女孩子喜欢喝下午茶，坐在那边八卦嘛，好、哦、不好，肚子做大。好、哦，你是这样来的，当然要从那里开始改嘛，哈、哦。所以要给他告诉他，那你要少吃干的，甜的不能吃啊，吃个过剩啊，鱼也少吃啊，热衷啊，哈、哦，然后多吃一些清淡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去把湿去掉。啊，用哦好，那你处方就来了，有的去湿的药，然后看看它去热，对吧？它是热症，去湿去热就加在一起了。便秘再加点通便的药，处方就这样来的嘛。哦，张仲景的处方就这样来的。哦，但是你如果
环境不改变，我把你治好了，你还是回去每天下午下午才坐在那边，从下午一直吃到晚上九点钟还在那边聊天，然后肚子还是大了。好，这个没有治。好，好。那如果下位泄泻，为什么久为常病？因为脾主腹，而且主湿。